然后咱们现在先来抽一下这个东西，从你一个，来把这个买一下。这儿我们先来抽一下邪神虎，对，先把老虎抽一下。这个今天打不过我，这个奖励就拿不到，我就好气。各位，1.7万，血赚73000。哈哈哈！朋友们，邪神虎出来了，今天我能打过他。当有角色受到单次伤害超过10的时候，那很容易触发，触发之后直接放逐到这个空间当中，让对方的这个龙直接跑到外地去旅游3秒钟，然后再过来，同时偷取30的攻击，偷取30的伤害减免，让我变得更肉，输出更高。我靠，今天。那我云云他应该没有抽到，来现在再打一下，再打一下，我们再去抽到了。好，是我运气好，我过来抽到的。哦，是，那我还说我今天脚臭呢，是吧？这个随便找个理由都行，没关系。这边邪神虎一出，这傲视群雌，看着，我真的他有很，他有很强的效果的，不是吧？刚才我这还能打中他血，为什么现在就打不过了？不是，你不要逼我拉乌钢好吧？我是个善良的家伙，现在逼的也变成这样了吗？这个充值回馈，咱搞一个，随便弄。现在的话，这个要抽，因为这个没有抽完，这个我们还是要的。所有的凶手都是有作用的，先把这个抽完吧。走你，等会儿榜第一，我们争取一下子。今天一定要拿到啊！哦，对了，现在没有拿到对吧？大家给直播间点点赞，我们拉第二套魂骨啊。那我们来赌一下，60件应该能开出2件对吧？开出2件红的，对，对也不够，要开出3件，要开出3件，对。好，各位，来我们赌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。六，我们赌个20呗。行，谁来说能，谁来说不能，对吧？你说能，我说不能。60件，反正我们先买着。60个箱子开完之后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合第二套全体合财股啊。能出3个红，咱就够；出不了3个红，那就不够，对吧？60个箱子能出3个红，这个顺路要买一下。我们现在每天都要买，今天还要吃一下无药水，然后我们要把等级升到全体，尽量升到至少3角色、4角色，升到90吧，别着急。极限燃冰，我们今天就吃了吧，各位，加10%的 PVP 增伤，每角色能加2%，加了12万战力，27、28、29。好，现在我们30、30的开吧，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，先开40个，然后我们去合。好，今天你说你能，我觉得60件开不出2件红的，三件红的，开不出3件红的。你要是开出了3件，我们每人只赚你20，走你。希望你好运啊！好，我先出一个。我靠，剩下的50几件能出2个就可以了，哇，很强啊！2件啊，就是出2件了。3件，这3件你就出来了。好，那你接着开。OK， 四件，哇，40开了4件红的，这个号也太欧了吧！不愧是我的号。好，因为他的这个努力啊，咱们只要再开18件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先合一个右腿，再合一个左腿，再来一个躯干，应该还能再来个头骨。头骨刚刚好，就只有6件了，挺好的。我们来穿戴一下，1个、2个。刚才记得是1500万战力啊，还是1600，1600了是吧？好，现在先看一下，已经2000万了。十六发出老虎，4件红骨，是欧皇，今天是妥妥的欧皇了。再来开一下吧，现在他是有6件，还需要18。14件吧，我怕你太欧了，是吧？你太欧要是出2件红的，那我就不用再搞了呀。哇哇！你这开局暴击啊！你这个让我今天省了好多馒头啊！还差了2件，1件、2件，左臂，走你，右臂，走你，好，一套不多，一套不少。刚好，再加个100万，能吗？哦，再加200万，还可以的。1件100万，就是杀怪经验暴击。其实它这里有个技能在这儿，但是这个技能必须要把它升满才行。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还是要搞搞，至少它加的不多，对吧？加的很少。不朽10级什么时候才能激活？完了，这太难了。青铜榜第一能不能保住？别着急，柏林还没有抽，咱们今天先抽一下。哇，双狼先出一个，再来一个，
啊，没有了。有啊，又有一个神女，二十个宝，今天运气很好啊。苹果的话，今天运气这么好啊？对，我们今天随时都是欧的，随时都欧。哪儿都。好，冰天玄女，先加十二万，其实应该给他搞一个暗系的吧？对，暗系，搞暗系的好一点。这个给他搞一个光明的。背包能不能开一个？我不知道。背包开，现在开太亏了，以后满了时候再开呢。我今天我开一个不亏的，别担心。不差，不对，这个号其实不差的。我就开一个，这没有关系的，好吧？对，是红色魂灵。刚才是双狼是吧？开个毒宰吗？随便，随便来一个，直接替换。按摩仙人虎，然后这儿强化才能开，需要强化，必须强化的。好，现在看一下，现在是五十万积分，它要八十万，八十万我们最好平均强化一下。这十八万给他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，老虎不在家，妄图，哎呀，不知道说什么了，没词儿了，没词，这全都是升五万年啊。好，现在还没有解锁吗？六十万啊，好像今天解锁不了第三个了。这是升哦，刚好可以升星，那就够了啊，刚好够。来，这边找一个这个。歇下，给我放这儿来。我们当然目标也不只是云韵了，我们先找个其他对手呗。我们先来揍一个。哦，还好还好，这个待会暴毙啊，吓死人了。我啊，我好难受啊，白打那一次的。下面我们打人的时候，我们还要注意一下。我靠，这个你别说进前一了，先看一下这称号吧，朋友们。称号虽然虚，但是前期实在是太需要他。我看一下吧，实在是这个基础战力太少太少了。好，现在把这几个激活一下，对吧？这个加的战力我觉得没有那么虚啊，比那些要好很多啊，一个加个五万。这种压战大家了解过吗？反正神主从头到尾压战的号就这一个，多的也没有，是吧？好，实在不行咱们再上头彩骨，是吧？刚才这个预测粉人有没有预测对？刚才是打谁？天命人，刚才打他，现在找回面子，他是魂圣而已，我封号，别跟我说打不过。好，哇，差点我这龙又暴毙了。这龙暴毙不分对象啊！我靠，现在打云韵的话还是可以切磋，这不加减积分也不消耗次数啊。先试试，我们现在打个五次，看能不能赢一次啊！如果实在不行，我们就回家睡觉去吧。一次失败，两次失败，三次失败，完了，我们这主要是主 C 副 C， 主 C 主坦都暴毙了，怎么办啊，各位？他的焰有那么强吗，朋友们？还是说我龙数不太高了？这焰就这，强化也不咋的。还，赤魔熬给他啊，这里打力搞了一个没有作用，我先把不屈和神圣升一下。不需好像不太需要是，但是也可以是搞赐福，我不比他差。然后这个东西天群龙要搞，要搞一下的，各位。来，我们现在先升级，各位，我们先吃个五杯药水，然后去打次数，升到该升的等级再说。